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礼佛忏悔活动。尊贵的顾问、尊贵的会长以及各位大德同修，晚上吉祥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除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忏悔文：以戒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毅力，满足大愿；忍辱庄严故，得佛缘因，聚众向好；精进庄严故，能破魔怨，入佛法藏；定庄严故，能生念慧，惭愧清安；慧庄严故，能断一切分别妄见；慈庄严故，于诸众生不起恼害；悲庄严故，悯诸众生常不厌舍；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嫌忌；舍庄严故，于顺违境无爱恚心；四奢庄严故，常勤奢化一切众生。忏悔贪欲：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贪欲，伤害无量众生；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贪欲，伤害无量众生。以此为因、为种、为根，招感五种不得自在。一者招感诸根短少，三业艰难；二者招感一切怨贼常相谋夺名利财物；三者招感诸根缺少，薄福少得；四者招感卑位下职，无人共济；五者招感由千计故，所求备少；招感外报苗价子果，威喜缺少，后入地狱恶鬼畜生，恒受其苦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是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等罪业消除，众业轻受，故于今日皈依是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恩师言，业障、报障都是自己造恶业形成的了，一旦成熟，就必须承受，除非礼佛忏悔清净者。忏悔管制：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于无始至今生，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贪爱，管制伤害，障碍无量众生得好。由无明起愚痴邪见，因生嗔恨，毁佛、毁坏佛像、灭法、篡改佛经，管制、遏制僧侣及学佛大众，轻佛慢法、轻师慢法等一切的业障、报障。诸种苦报实难受起，仰仗是佛三宝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威神力量，令我等罪业消除，众业轻受，故于今日皈依是佛三宝，发起坚固广大圆满觉悟之心，求哀忏悔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。
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僧伽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阿弥陀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宝性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波头摩胜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狮子吼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
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毗婆尸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胜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宝相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幌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幌佛。南无皈依袈裟幌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大通山王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未来弥勒尊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一切功德山须弥圣云佛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
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普贤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观世音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地藏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眷根本恩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皈依眷根本恩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眷根本恩师无相好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观音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观音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药师琉璃光佛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南无皈依除盖障菩萨。佛说十三业道经云，若离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。一者招感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故；二者招感财物自在，一切怨贼不能夺故；三者招感福德自在，随心所欲物皆备故；四者招感王位自在，珍奇妙物皆奉献故；五者招感所获之物过本所求百倍殊胜，由于惜时不迁计故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称佛时三界特尊皆共敬仰。是故发愿，誓愿尽未来际不行贪欲伤害一切众生，施舍救济一切众生，祈求是佛三宝所受加倍，早日圆满。愿一切众生遍一切时空处，念念之间具足因缘与能力，成就如上佛所说的种种功德与能力，特别是能智慧的忏悔，勤精进的忏悔，勇猛无畏的忏悔。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发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甚众。祈求法界一切众生，十恶业因、十恶业缘、十恶业果速得消除，十善业因、十善业缘、十善业果速得圆满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无尽感恩恩师慈悲怜悯我等众生，愿我们借助大众忏悔之力，拔除三灾八难等一切诸苦，成就真实永恒的安乐。阿弥陀佛。今晚的礼佛忏悔活动到此结束，感恩大家的陪伴、提携、带动，也无尽的随喜赞叹大家礼佛忏悔、听经闻法、护持佛法的所有善根功德和能力，愿一切众生皆得速得彼得。阿弥陀佛。那墨学先放慢，各位晚安，夜梦吉祥。